啊！你们快看！啊，那边怎么了？ 哎呀，大家坐稳了！哎呀，救我！毛大哥，来，抓住我的手！快，哎呀，快，来，靠近点儿！哎呀，菲菲。 来，菲菲，抓住了！哎呀，来，使点劲！来，哎呀，总算安全了！不知道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走。好厉害呀！啊，是啊，那么大的恐龙都被打倒了。对了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异特龙。不会吧？太恐怖了！ 这么巧啊，让我们给碰上了。是真的，你们看。啊！异特龙是生活在侏罗纪时代的一种肉食恐龙，它的尾巴很长，从嘴尖到尾端大概有3辆小汽车那么长。它也很高大，昂起头时离地5米，是人身高的几倍。 异特龙具有肉食恐龙所有的特点：头很大，脖子短而弯曲，活动自如，可以轻松地咬食猎物。每只手指末端各有3根锋利弯爪。异特龙的速度很快，前臂十分短小，后腿则十分壮实，使它有力气追赶上猎物。异特龙最吓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血盆大口，一排 V 字形的锋利的牙齿能咬住猎物并将它撕碎，很少有猎物能逃出它的魔掌。最为奇怪的是，在它的眼睛上方有一个骨质凸起物，使得我们很容易辨认它。这下你们明白了吧？现在我们得想想办法从它们身上取得基因。 是毒食。对了，异特龙不喜欢别人分享它的猎物。异特龙这么凶猛，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基因呢？我去。哦，包大哥，他可不是那么容易靠近的。包在我身上，没问题。哈哈，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